铜锣湾吃喝玩乐就够晒方便啦。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隔离的湾景楼，仲可以沾染下书香，补充下精神食粮。楼龄45年，翻新外墙同大堂，介绍单位来龙执过装修噶。入屋位置好精神，做特色天花同镜门鞋柜。客饭厅有唔同颜色嘅墙漆。地方大，放得落好多家私。不过旧楼横梁柱等多，饭厅做长书台，装修翻个柱位。睡房有两间，细房以趟门分隔，内拢空间多。套房好宽敞，放床同书台都好松动噶。套厕用咗玻璃瓶做呢个间隔墙，可以睇通内同外，增加翻呢个空间感。套厕仲系企浴缸兼备。另外，套厕旁边同床尾电视后边各有衣帽间，俾男女住户收下衫裤鞋袜咁啦。不过厅房望旧楼，唔及内笼好睇。厨房做深木同米色橱柜，客厕用了摩登都 keep 得好奇丽嘅。